没人。刚才给大使馆打电话，他们说他回家了，但是家里没有人。不会出事了吧？咱们去他家看看。好。哎，这是，俺们去找米兰妮小姐。好，欢迎二位随时光临。老爷子，哎，和罗先生打一招呼，我先走了。好的，我和他说。梁将军急着走了，他让我和您说一声。客人可能来不了了，不等了。那我送送您。好。罗先生，您慢走。好。您请回。哎，好。刘先生，米兰妮小姐，您可来了。有点事儿耽误了。哦，梁将军还在吗？梁将军和马克先生等了你很久，刚刚走。米兰妮小姐，您还没吃晚饭吧？要不吃碗面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谢谢。突发的绑架事件让米兰妮改变了想法，她希望能立刻见到梁彤，不管有多么的冒险，米兰妮也要和梁彤说自己已经恢复了记忆。米兰妮希望梁彤能帮助自己和组织恢复联系。你说这梁彤到底跑哪儿去了啊？这梁彤到现在还不出现，万一他出了什么事儿，咱们也不好交代啊。你说这事儿不会跟赵恒轩有什么关系吧？这钱呢，烫手，要命，拿不得。哎，小姐，您找谁？我有急事找梁将军，我是美国大使馆的米兰妮。好，请进。谢谢。怎么来了？不对，
他们一共几个人？慢点，三个人。烫着。来，喝点姜汤，天气凉，别感冒了。啊，好，谢谢。来来来，快把这件衣服披上，别冻着啊。这小童子怎么还不回来？你来，你小姐，你觉得那几个绑匪，他们是专业的特工呢，还是社会上的人？应该是社会上的人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几个龟儿子，我很快就会把他们抓到的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晚上就让米兰米小姐住在你们家里，不要出去哦。怎么说走就走？完了就不好找人喽，趁他们还没折腾完。秀姑啊，你跟孩子们一起睡，我去收拾一下客房，你们说说话。婶子，我去吧。太麻烦了吧？没事儿没事儿，你们说话，我去啊。要不这样吧，我跟秀姑一块住，我们俩还能说说话。姚的，就跟我住吧。那些龟儿子要敢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他们。啊，谢谢。让他跑了。赵恒轩，你在干什么？心脏，要给我，你把手玉给我。我就把药给你。你说他什么手续？别跟我装糊涂。把药给我。这不是何云清的手谕。你说的我不明白。你把何云清的手谕放在哪儿了？在梁头那儿接上他要去吧。打一个华山吧，大哥。好。在哪儿活动啊？秘密。干嘛来看呢？哎，经理，小童打人了，让大爷请进去。去去去去去，赶紧给大爷上个调查呀！赵恒轩还没有露面啊？没有，几十只眼睛盯着，也不见个人影。这个龟儿子狡猾得很，我估计他是闻到味道了。重庆是我们袍哥的天下，按理说哪儿也跑不出我们的野心。我估计这小子是不会回来了。
还有这样的事儿？嗯，这胆子也太大了吧！这美国大使馆的人也敢动？嗯，这狗家伙胆子大得很。你去把那几个给我找到，找到来，我在这里等你。要得，大爷，你先在这儿听听小曲，我现在立刻派人找线索。嗯。梁将军不见了，该查的地方我们都查过了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今天我们送了一趟赵文轩，回来的时候他就不见了，我们也找了，到现在还没有消息。这件事赵文轩知不知道？今天我们去送赵文轩的时候，梁将军还在总参部，后来就跟马和中校一起出去了。我们去梁军家里面的时候，他也不在。米兰妮小姐去了梁军家里面。米兰妮跑了，我们的行动失败了。你要的东西在梁彤手里。何永清的手谕被梁彤拿走了。知道了。你笑啥呀？有啥可笑的？你的小童子真有福气，还有童养媳呢。这有啥可笑的？都什么年代了，那是封建残余思想。现在啊，还有好多人都去童养媳呢，有的还去好几个呢。那你觉得你认识的小童子，是那种愿意接受包办婚姻的人吗？你爱他吗？爱。对呀，爱，爱情。你们有爱情吗？啥是爱情啊？爱情是什么东西？我还真没想过。你跟我说说爱情呗，啊？爱情就像触电。触电？对，触电。那多危险啊！是啊，是很危险。爱情有的时候很美很美，像一朵带刺的玫瑰花，但是专刺人心，人的心一旦流了血，就再也无法愈合。那爱情不是啥好东西啊。不，爱情是最美好的，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。你都把我说糊涂了。爱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心理感应，是双方深深的迷恋，是那种你拥有了就会觉得快乐，失去了就会感觉到痛苦的那种感觉。反正我就觉得每天见到童子哥我就特高兴，我见不着他我就吃不下睡不着。我这就是爱情。对，
很想跟投资哥有爱情，可是爱情有的时候像毒药，它会让你死去活来。那我也愿意吃了这副毒药。可惜，他已经有杨老师了。见到米兰妮小姐了吗？大晚上的没见着。有人要绑架她。我知道，明天早上再说吧。你跟我说说，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？什么关系啊？跟你说这些，你就更睡不着了。那什么时候说呀？改天说吧。不行，就明天。明天呢，我请你看电影。看完电影之后，请你烛光晚餐。烛光晚餐的时候，我跟你慢慢说。答应我看电影多长时间了？总算还记得。记得。床上孩子。妈，我给你把头发梳整齐，梳整齐了，你就越来越漂亮，比年轻的时候还要漂亮。您这是干什么呀？说我干什么？王八蛋！你们全是王八蛋！你们全想我死，没一个好东西！王八蛋！混蛋！你们曾家没一个好东西！怎么了？心疼了？心疼了，给我滚出去！都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滚滚滚！别碍我的眼，滚！滚滚滚！都滚！离开这个家吗？我想办法。大爷，大爷。
大爷，人抓到了，走吧。嗯。大爷，走吧。大爷，走不走了？你打老子一号。啊？你龟儿子真打老子！哎呦，小的该死！好，走。等一下说话啊，坐下来看看。弄个凳子，有客人吗？走走。走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来，继续。来，都过来。知道是您的事儿，打死我也不敢。奎叔，钱都在这儿。告诉老子，哪个让你们干的？奎叔，我不敢说。说呀！不敢说是吧？那就跟老子练。不，奎叔，是那个赵恒轩。他是重庆军统的头，我们也得住不起啊。赵恒轩，他是个逃犯。告诉我，他在哪里？这个我们真不知道。不晓得是吧？给你两个选择，要么不说，要么陪老子练。走。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。说。等我！你两个小姐，哎，这么早就起来了？是啊，习惯早起。妈妈，他是谁呀？这是米兰林阿姨，是爸爸的朋友，叫阿姨。阿姨好。阿姨好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石头，她是我妹妹小篮子。我自己说。好啊，你自己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篮子，她是我哥哥小石头。看来不用我介绍了。我上次来你家的时候，你不在。扣子没系好。米兰妮小姐，孩子上学要迟到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有空经常来家里啊。路上小心点。给阿姨再见。阿姨再见。孩子都这么大了，真没想到。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一切就像是在昨天。一家人能在一起的日子真好，我多希望像你这样拥有简单幸福的生活，有丈夫，有孩子，一家人快快乐乐的。可是这样的生活却离我很远。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简单而幸福的生活。前几个月在伦敦，我和威廉也在计划着我们简单又幸福的生活。可突然间他就走了，我很绝望。
我甚至觉得，我到这个世上，就是为了来牺牲的。只有在牺牲中，才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。你给我雅尔塔的情报，对中国来说很有价值。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价值，才让我又燃起了牺牲的精神。你做了每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。在伦敦和你在一起，让我觉得什么样的牺牲都是值得的。就像是飞蛾扑火，是你帮助我，让我燃烧成了一团火。其实没有人让我这么做，只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。这么说可能有点狭隘，但是雅尔塔蜜月在中国引起的关注，能让我忘掉一切悲伤。每一个人都有民族，我每回从这儿，葛浩斌同志在等你，你可以去见。这是我在这里能找到的所有的财产，全在这里。这是你要的救命稻草。姓周的，他们家的周将军，周英奎，又是周英奎，给曾局长打电话，打过了，给谁打电话都没用。你这样，你先去拖延时间，能拖延多久就拖延多久。是，去，是，滚，滚。报告，上面都是军统的人，不让我们进去。他嫂子赵恒轩就是军统的，老子抓的就是他。闻他喵的，有的有的。
我们也是公务在身，希望您不要为难我们。嗯，二娃哟，带几个兄弟把后门给我守到，不要喊鬼儿子给我抛了。是，你跟我走。三二。你们几个把这儿给我看住了，不许放走一个人。大爷，后门已经被我们围住了。围住了我也没有好心情等，五分钟之内不交人，都给老子冲进去。是。周将军，麻烦您进去，接何应钦长官的电话。我刚才已经处理过了，周云奎怎么会找到那里去的？估计他抓了我找的人。你24小时内从重庆消失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回来。你胆敢采取任何行动，将被视为党国的敌人。我会让你从地球上消失。我要离开重庆了。保重。Thank you.
吧，死了我就能离开这个家。每天吃饭的时候，给他加一点。陆军少将晋升陆军中将，吴梦霞。陆军少将晋升陆军中将，胡子奇。八十六式，果然是全新的美式装备。吴梦霞就很不利。现在居然也升官晋级，难道这是我们桂系的胜利？我们的整编八十六师还是沾了吴梦祥的光。吴梦祥可是蒋先生身边的人呢。大佛就是大佛。陆军少将晋升陆军中将，梁头。西南子弟兵的骄傲，好好干。是。十八军缩编成十一师，紧接着授我个中将，这算是安慰吗？不要那么多牢骚，十八军也是我的心头肉，我总要做个姿态吧。堂堂国军五大主力之一，居然真的给缩编成一个师级单位。暂时的，一旦和共产党开战。不但要恢复编制，恐怕还要扩编成兵团，不会像你想象那么久。哎，我说这场面可真热闹的啊！你这不是废话吗？梁将军现在升中将了，加官进爵，这又得有一批人啊，就跟着师长穿高楼。你再看看你。这可是军政部的门口。你们不说，有人会说。我自然不会说。你这样，把后边车尾箱开开，把我这箱东西放进去。这是什么呀？别问那么多，照做就是。快。有一份和长官的手谕，说是